家好的8394个粉丝，大家好，我是小美。我今天给大家做试色测评的，就是现在正火的这个欧莱雅诗文小钢笔系列。我买的这几个色号是303、310、312和315这四支，然后前面已经给大家做过试色了，然后接下来就直接讲我的感受。先说这四支的颜色，拍试色的话就难免会有色差嘛，甚至大家手机屏幕的亮度不一样，然后播放的平台不一样，它颜色都是会有差别的。我的试色就是这个相机拍出来的那个视频直出，然后后期我不会再调色加滤镜什么的，就是我尽量保证是一个还原真实的颜色。如果有色差的话，希望大家也能理解。303和305这两支它是一个英国限定色，它是国内的柜好像是没有上的。然后这个我是之前看试色图被种草嘛，我看大家说这个303就像是兰蔻274带闪版本，然后这个315就是 Armani 黑管500的那个颜色。我这两只其实刚好都没有，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颜色到底像不像，就是如果有这两只的姐妹可以在弹幕说一下。这个303我觉得它是介于棕色和橘色之间的那么一个颜色，说是奶茶色的话我觉得好像比奶茶色还更稍微活泼一点，然后它里面是带一些细闪的，然后这个315它是一个橘色带细闪的。而像我做试色的话都会建议大家厚涂，因为我觉得厚涂颜色比较薄比较好看嘛。但这两只我真的建议，如果你买了它的话就是薄涂，我觉得会比较好看，就是它薄涂的话那个亮片的闪我觉得是刚刚好的程度，厚涂的话那个闪就有点过密过多了，就会显得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廉价感，而且它会影响它成膜的那个效果。然后这两只带闪的颜色它的显色是没有这个常规色更那么浓郁，是盖布唇色的话我觉得是作为一个有色润唇膏或者是叠加在其他的那个口红上面更合适。我对它俩的感觉就是好看吧也好看，但是也没必要特别去买的这么一个限定色，大家可以自己考量一下。310和312的话这两只应该是非常火的两个色号了，这个颜色是310就是非常正的红色，什么调都不偏，它就是一个红色，薄涂是红色，然后厚涂也是红色。然后312的话就是我现在嘴上的这一只，它薄涂的话眉调特别明显，有一点点发紫的感觉，但是你越厚涂越接近于红，我这是厚涂两层，我觉得现在跟红色是没什么区别的，但是它这个红是比310是更暗一点，我觉得这个是像那种复古的红，不管是薄涂厚涂都特别配旗袍那种感觉，就是那种暗绿色然后丝绒面料特别贴身的那种旗袍，我觉得真的超好看。这个颜色，这四个颜色里我最喜欢然后觉得也比较特别的一个颜色就是这个312的颜色，因为303和315这两个颜色特别淡嘛，然后就只是带一点闪，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比较挑皮，然后比较挑你的唇色，深唇的话涂上去我觉得可能会不明显。然后310和312这两只就特别稳，就是我觉得什么皮都可以用，是越厚涂越好看。然后再来说它的质地，我觉得它这个系列是有优点也有缺点。先说优点，我觉得它第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它显色真的超级浓郁，像这种静脉的唇釉我也是试过一些的，但是它大多我描述都是盖不住唇色，就是它会受你唇色影响特别大，但是这个你看它这个显色程度就是完全把我唇色盖住了，我觉得深唇的姐妹也可以试一下，就有一种大厂不愧是大厂就表现非常稳的感觉。然后第二个优点就是它的染色没有那么重，我前面试的那个 Roman 的那个水磨唇釉就是它也是很好，但是我觉得它那个染唇那个程度是稍微有一点点重的，但是这个就不会。这个我前面试色时你们也看到了，就是擦掉之后剩下的颜色它虽然有吧，但是没有那么的重，然后也没有特别的不好卸。再来说它的缺点，它的缺点第一个就是成膜非常快，就你听了可能会疑惑成膜快它怎么会是缺点，就比如我是先薄涂一层给大家看颜色，然后再叠加一层给大家看厚涂颜色，对吧？因为它成膜非常快，就在我涂第一层的时候就它就已经成膜了，它成膜之后就本来刚涂是觉得水水润润的，你在涂的过程中就感觉它成膜了之后就变得非常的稠，你再往上涂的话就会破坏它的那个已经成膜的那个镜面效果，然后会有一点那种搓泥的感觉，涂口红的话难免就会慢慢的勾画，就比如这儿没涂好再稍微补一补，然后觉得这儿没涂匀再添一点，但它成膜太快的话你后面添那些东西跟前面它就没有办法融合到一起，就对你涂的手速和那个手稳的程度要求特别高。我有时涂镜面唇釉觉得涂不匀，就会先薄涂一层然后抿一下把它抿均匀之后再厚涂第二层，它这个就没有办法用这一招你知道吗，除非你速度超级快。我就是薄涂一层之后觉得颜色不太匀，然后抿的时候然后它上下就有一些地方就粘在一起就掉下来就有点斑驳了，所以这个就会对技术要求稍微有点高。第二的话也是因为它成膜快的这个问题，就是你涂着涂着就会感觉这个唇釉好稠啊，就是有一点干似的那种感觉，就是打个比方就特别像那个 YSL 那个唇釉然后开封之后半年之后的那种感觉，就是又黏又稠然后就觉得不太好涂匀的那种。然后第三就是我觉得很神奇一点啊，你看它是一个镜面唇釉，但是它居然能把我的唇纹勒出来，给你看一眼大特写。
我现在涂完是大概不到半个小时，我不明白为什么它会有这种唇纹的这种感觉，就是离得比较远的话可能看不太出来，但自己照镜子的话就非常明显，它那个唇纹一条一条的。我觉得我跟小钢笔这个系列可能就是有点八字不合，我之前用它柔雾的那个系列我就不太喜欢它那个质地，然后这个的话说实话我也觉得试下来的话就是没有很惊喜很惊艳的感觉，如果给这个产品打分十分的话我觉得能拿个六七分左右吧。而像那303和315它是带闪的嘛，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带闪所以影响它那个质地，它比那两只常规的更稠，我觉得就涂起来的话就不太好涂匀，就是薄涂，只能薄涂比较好看。所以最后总结下来就说实话这一套小钢笔就是没有惊艳到我，也没有打动到我，我也没有到一个疯狂想给大家种草安利的这么一个地步。当然如果你有任何不同的感受都欢迎在什么弹幕评论这些地方说出来，欢迎大家理智探讨禁止杠。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所有内容，如果你喜欢的话欢迎点赞收藏加关注，我们下次见。